到更多，因为在心中有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子贤，还有大班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要毕业喽！爸爸妈妈们都很开心，可是却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呢，我知道丰田的孩子们是左手拿着知识的钥匙，右手拿着勇气的宝剑，而心中存着良善与热情的勇敢小尖兵们。孩子们，勇敢地迈向前吧，只是不要忘咯，难过的时候，悲伤的时候，累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在家里面永远有温暖的怀抱在等待着你们哦。晚会到这里画下句点，谢谢你们这么努力的在丰田挥洒你们的童年，往后期待你们到了小学能够每天开心乐观开朗，有空的时候回到学校来让老师看一看长大以后的你，有空的时候回到学校来让老师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故事给你听。孩子们勇敢挥手，再见，谢谢大家，谢谢，今天也要谢谢所有的家长这么热情的支持来帮助我们完成孩子的毕业典礼，谢谢所有的毕业生，谢谢全体家长，谢谢。天地万物都有存在这世上的意义，孩子们别忘了你们迈向人生崭新的旅程的每一步，希望你们能够更懂事更努力的学习，做一个爱自己也爱别人的好孩子，老师的祝福和期许永远伴随着你们。感谢今天爸爸妈妈热情的参与，让我们的晚会到这一个圆满落幕。爸爸妈妈，您是否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呢？如果您觉得我们的活动很圆满，让您觉得满意的话，是不是给我们的在场的每一位老师，还有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还有今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幕后的老师，还有我们各位老师，都是用心的付出。在这一刻有很多的感动说不出，那我们请我们的孩子可以上台来抱抱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老师几句爱他们的话。有你们微笑的脸庞，以及在学校奔跑的模样。
相信这些一直都会在大家心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丰田大郡这么热情的付出还有支持，有你们让我们有更坚定的步伐迈向人生的一大步。For all